识就是力量，信息就是财富，点赞关注不迷路，地产世界来带路。房市回调正式开启，下手买房之前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欢迎收看最新的一期程心理地产世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给我们点赞并分享，您的每一次点赞都是对我们制作视频最大的动力。今天在我们线上的依旧是加州顶级地产商 Cindy。 你好 Cindy。 Hello Rain。 Hello 观众朋友们好。来，我们第一个问题啊，直奔主题，市场回调对于买家卖家都意味着什么呢？对买家和卖家，它当然有所不同程度上的一种，可以说是一种影响，但是具体是怎么影响呢？ Depends 主要是哪呢？ Depends on location， 它的位置，也就是说说白点就是它在哪儿，这个城市，这个区域，这个社区，还这个很多因素在里面。所以说的话，这个没有说绝对的一刀切的答案，对买家和卖家来说是对是好还是坏，也就是那个什么高还是低，只能是说什么 really depends。 这个回答可能不是完全就是说你希望想听到的，就是能够有非常精准的肯定的答复，但这的确就是事实如此。那我呢想跟大家分享两篇文章哈，是我最近看到的，一篇是从 realtor.com， 还有一篇呢是从那个我应该是说从Zillow 还是 Redfin 上面来的文章，应该是 Redfin 和 Zillow 那其中的一个。嗯，好，来我们看一下文章中到底写了什么，请 Cindy 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一篇跟大家分享的是 Realtor 的这篇文章，它上面写了就是说 Many experts to predict， 也就是说这个房地产的市场呢现在是什么 verge of correction， 已经到了什么就是要回调的边缘，甚至说已经开始了，已经有了这个什么回调的迹象了。但它这里有一个关键词啊，我把拿红线给它标出来了，就 They anticipate home price will flatten， 或者呢 even go down a little bit， 它说这个房价呢会什么会持平，就是平的走下去，或者呢会往下走一些。但是呢什么 in certain markets， 它这里的关键词什么在某些房市，在某些市场，并不说指的是什么一刀切全美国所有的房价都会往下走或者是回调。然后这下面还有一句说 price has even begun falling a few parts of the country， 也就是说在美国有些地方的话它的房价已经显示出了什么下降的迹象。这个是 realtor.com 的文章，那这里节选的这部分的话也是 realtor 的这个文章，它上面写的就是说那很多买家呢 home buyer especially 他说什么首购族现在感觉到这个什么压力，而是最近的什么就在最近两年它的房价的涨幅达到是 34% 点多。那这样的话首购族是不堪重压，根本没办法买房，然后你看这里说了他们就什么 forced to postpone their home buying plan， 也就是他不得已什么要推迟他的买房计划。那怎么显示出来呢？从数据上来写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去买房了，得推迟。那推迟的话从数据上显示就是什么它的 mortgage application， 也就是说贷款申请贷款的数量急剧下降。那这个的话不是一点点下降，是急剧下降。那这个的话看见说了什么，在5月13号的时候这个数据就显示说那个 application for mortgage 就已经下降了 15.2%。 那这个什么他就说那这种 enormous jumping housing cost， 就是这么巨大的一个什么房产的，就是说不管是从房价来说持有成本，我说持有成本就是什么每个月的按揭大幅的上涨，这样很多呢就让那什么买家就 squeeze out of the market， 他就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承受。那这个的话对买家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那现在说啊，那现在回调了是不是有些买家的话就希望可待了呢？这也不完全是，完全取决于是你在想在哪里买房。那这里给他看一个数据啊，就是说我这里用的是加州的数据哈、加州数据，因为我是加州的地产经纪，所以用的加州数据看的比较多一些。那这里跟大家分享是加州四月份的数据，它这里包括哪些呢？一个是包括就是在这个四月份它的什么，就是说它卖房它的那个卖出的价售价，就是说 sold price 和它的那个 listing price 它之间的那个什么就超过它的要价的比例是多少。这里说的将近 73% 的那个售价是高于它的要价的，就说明市场竞争还是依然非常激烈。而它的这上面写的 mortgage payment 它的什么涨幅，就是说它的按揭的涨幅跟去年同期相比是将近 37% 的涨。那这个是等于是你想想看，这个我们之前好像在节目中上期有提到，就是因为什么这个贷款利率急剧上升，所以说它每个月的按揭的那个 payment 也就是急剧的膨胀了。所以它这个涨幅将近 37% 的话，那是真的是一点都不 surprising， right？ 然后他这说了 inventory 虽然说有近这几个月的话它的库存量或上市的房源有增多，像最近这一两个星期我跟大家做了一期节目的话里面就提到最近一两个星期它的上市房源突然一下增加了很多了，
但并不代表说房价往下掉了，这主要看怎么看区域，有些区域的确是掉了，但不是每个区域都掉了。但它的库存量总体来说的话还是非常少的，因为它现在的库存量基本上也就在不到2%，不到2个月的那个库存量 supply。那不到2个月的话，跟之前正常来比的话，6个月还是少很多啊。那你看看这个销售，最近的销售的状况，销售是直接在加州掉了25%，它的成交量。这样掉了25%，但是奇怪的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虽然说它的销售量掉了，right？但房价不仅没有，就是说没有降，反而高了。看没有，它的平均就是 median，它都说就是它的那个，可以说在中这位个数月份吗？嗯，啊，中位就是它的数吗？中位数，就是它的在这个月份它的卖出去的房子的中位价值，中位价是大概是将近90万了，88万5千差不多。那你想想看，那是什么原因呢？其实这个原因之一就是什么？它的高价房现在卖的比较多了，反而是低价房没有多少售出去。那这个怎么如何解释和理解呢？也就很好解释。想想看，突然一下，你这个每月的按揭涨幅到将近37%，那想想低收入人群或中低收入人群是不是？就止步不前了，买不了房，所以说它的低价位房，比如说30万以下、50万以下的房子就卖不出去了，因为这些人的承担能力极其低啊。但是反而言之，而是那些什么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他涨幅再高一些，他们也能够承受得了至少。所以说，比如说在100万以上的房子，反而卖得更多了，它的那个什么，就是说等于高价房相对来说数量销售数量高了，然后低价房的销售数量低了，那你平均一下。它的什么？它的房价反而高了。哎，是的，好，感谢 Cindy 的介绍啊。同样，这个像 Cindy 在讲的，现在目前来看呢，房市还是供小于求。那同样提醒大家，我们会在美西时间每周六下午6点在华人网直播上线《地产世界》。那没有赶上的朋友，也可以在程 Cindy《地产世界》油管频道观看录制版。我们每周六美西时间6点。不见不散，那也欢迎订阅程 Cindy 地产世界油管频道，并加小铃铛，就可以及时收到我们的更新视频通知了。包含在地产世界的频道，大家也可以看到不同的节目内容，这里有更多的地产干货，包含我们每一期的地产世界以及地产实时热点追踪、地产故事会、地产 Vlog 等等一系列的节目，好吧？来，我们回到关于市场回调的话题。那市场进入了回调，是不是就意味着房价就会下降了呢？首先我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截图哈，这个是Realtor.com 的文章里面节选了，就是 Moody's 他的那个首席经济学家 Mark Zandi 他的以及一个那个可以说是很短的一个 statement，他说是 A housing correction has begun，也就是说房市的回调已经开始了。他这个经济学家就说现在已经不是说准备开始，说已经开始了。这就跟大家好像是说 confirm 一下，我给大家分享是这篇文章哈，并不代表是我个人观点。我就首先声明一下，那这里的话呢，跟大家分享就是说，那为什么他这样说呢？说这个回调已经开始了，那对房价或者是房市整体来说有哪些影响？那就说到了，说 new home sales fell 19% to their lowest level since April 2020，也就是说，新房销售降了，它的销售量降低了19%，这是从那个什么四月份，2020年4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了。那这里还说到就是说。那19%的 home listing cut their price，记得我们上期还是上上期做的节目，Rain 我们提到是20%的那个卖家在降价是，right？的，所以这里也提到了同样一条，它是19%。那虽然说它的库存量就上市的房源上升了，但是呢，但是呢，它的那个什么 mortgage application 和现有的房子的销售还在往下直线下降。也就是说，这个什么 demand，就是以前我们一经常说的什么供与求的关系，right？供求供求。那现在的话，这个求，这个就是它的这个需 demand，求。对需求有所减缓了。它主要的也就是体现在什么？就是申请贷款人少了。但是这个也并不代表说有些地方就没有房子，或者是没有人去买了，因为毕竟你想想看，还有很多 investor 呀，right？investor 的话，其实特别是限定买家，现在平均来说的话，还有20%到25%的限定买家，而且这其中的限定买家大部分都是 investor，并不是说他是首购族啊，或者是说就是那种刚需房买家，往往其实这种限定买家其实很大多时间都是投资者。嗯，然明后这白。里说的 home price growth，也就是说它的房价的增幅，他说会什么 flat，也就是说平下来，也就是平下来怎么讲，就是说持平，
就不会往上走，也没，但是甚至会往下低一些。那这里又一个关键词，我跟大家用红线标出来。他这说的什么？Significant numbers of markets，他说是在很多什么一些房那个房市，就是说一些市场，并不说每一个市场。他这里关键词老是说什么 certain markets，或者是有一些 number of markets，他没有说什么 all markets，right？他这里说的是有一些房市会受到这方面影响，你看到房价是持平或者是往下走。他这里说的 housing correction，他说 housing correction 跟股票 stock correction 不一样。那我们因为我之前是做股票投资啊，做债券、证券的，所以说股票它，你说股票 stock correction，它指的是什么呢？它指的是说这个股票的价格会下降10%左右。但是你说房市 housing correction。那不是同一个概念。那 housing correction 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什么房市的繁荣期已经过了，你知道它现在进入一个什么，就是平稳期或者是说正常期了，就是那种像那种暴涨那种阶段已经过去了，过渡过去了。所以说这个就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 stock correction 和 housing correction 之间的区别。那同样的，这个经济学家他也提到说，这个。房价什么 fall in some regional markets again，这是第三次、第四次跟大家提到了，是吧？在有一些区域性的那个市场会有一些会看到这样的房价下跌。OK，那这个的话就跟大家图表跟大家最近就是我刚刚拿出来的今天截图的一个这个它应该是利什率。么5.23的贷款利率，这是30年固定期的。那你看看，因为这么高的贷款利率，你看它的 application mortgage 它的申请。就直线下降了，你看没有？Decline 40%，那不是说一点点下降，这是下降的非常快。那这个就说明这个什么？这个买家的激情已经不复存在了。就大家的话，就现在变成了理性消费了。就说哎呀，我承受不了，而且还要考虑到物价上涨，那个消费水平，不是消费水平，应该说是消费者他的那个什么，他的生活他的压力比原来要大了。所以各方面的综合因素来说的话，所以说你可以把它看到是中低。中低，怎么说呢？中低买家他的那个中低收入，应该说中低收入买家他反而是什么止步不前了，反而是那个什么相对来说就是价位高一些的那个买家的话，现在还反而有更好的机会，而且是更加的还有这个动力去买，因为想想看，现在贷款利率是5点多，这个像看这个目前的趋势，它还有可能是涨到6点多、7点多。那是吧？那你有些人就说，那我现在还不如干脆买，把它买好了，定那个至少能够什么固定加这个利率，right？是的，其实我这边也收到不少观众的给我的反馈啊，不少观众都表示现在买房持有成本太高了，毕竟利率高了，代表着每月的我的付款 payment 就高了嘛。那同对样的，提对。醒大家，我这边也收到了不同的这样的这个观众给我们留言呢。很多观众也是在国内，也是依旧追我们节目。但如果说您在国内上油管频道可能比较麻烦的话，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地产世界微信公众号，这里也有我们每一期的地产世界，在这里也同步为大家播出，您就不用翻墙了嘛。同样呢，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关于公众号里有其他的一些地产干货以及节目内容，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地产世界。微信公众号好不好？来，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啊，关于回调的问题。那您说啊，Cindy，我们既然预计在不同某些区域下跌的话，但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会跌多少？会不会真的房子就在某些区域变成白菜价了呢？这个白菜价，这个真的是我自己听的都很有吸引力啊。但是这个真的是因地而异的。像刚才你提到问了我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房价会不会跌？其实像现在的话，就是它的需求有所下降的话，在某些区域的话，的确你会看到房价往下走，那是毫无疑问的。那现在就是说呢，这个 million dollar question 就是说它会降多少，是吧？大家关心的是，这个大家肯定知道，这个房价不可能这么永久的、无休止的这么高，怎么什么高幅度的去。膨胀，right，或者是增长，那肯定是到了某个点的话，它需要平稳下来，回归正常，right，back to normal。那这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它到哪个点的话是 back to normal，另外的话它到底会有些地区会降的话是降多少，它的降幅有多大？那这里的话呢，给大家看的是 Zillow 的一个 chart。Zillow 对那个房市还是非常的，我说是 bullish，right，还是非常的看好。他说，哎，那接下来的在接下12月，那是从今年。
今年2月份预测到明年2月份，这个之前好像跟大家也分享过这个图，他说的话，他是预测将近15%的涨幅。那所以说，泽诺对房市还是非常的 optimistic，还是非常乐观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那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说，那哪些地区？因为我之前在节目中也都是强调，房地产它是一个非常 local 的，它是一个非常地域性非常强的一个这个资产。所以呢，那它有些地方会对那个什么，它的就是回调，它这个抗调能力高低不一样，有些高，有些低。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它有哪些地方的话会，哪些地区会对这个回调反应会更大，哪些地区呢会对它的反应会更小，甚至包括说哪些类型的资产，哪些类型的房产会对它的回调的反应也高低不一样。首先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文章，我记得好像是应该是 Redfin 的一篇文章。那我天天看很多了，所以说有时候都 keep track 不了多少，看的是哪篇文章了。每天看很多东西。那这个就是说，你像这里提到，就是说 vacation area，像这是什么字？vacation 就是说你度假的区域。你在如果你的房子买在度假的区域的话，那这种房产哈，它对那个回调的抗调能力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然后提到了说 Rust Belt，我们在之前节目中提到，其实就是说美国的东北部 Northeast 和那个 Midwest，也就是中西部这些地区的城市的话，它相对来说会对回调的反应也会比较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些地方呢，它的经济不是特别稳定，或者是说经济比较弱。你想想看，vacation 度假的区域，它的经济是不是比较季节性啊，或者是受其他的那些各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它的那个什么经济不是特别稳定。那你说那个 Rust Belt 的话，那这些都是什么相对来说就是衰败的一些或衰退的一些工业区城市。那这些工业城市呢，它一般都是蓝领工人，蓝领阶层的话，他的收入都是属于中低下收入。那中低下收入是挡不了、抵抗不了这种就是这种什么叫我们叫做这种高压，也就是说，它的每个月的那个按揭这么急速膨胀，那它是承受不了的。所以说，它的房价肯定自然而然的话，在这区域它会跌得更加快一些。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有些地方，它这里提到，这个文章上也提到了，就是说，还有什么 luxury home 或者 extremely high prices 或者是 high crime rate，也这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有些地方的话，它的房价特别特别贵，就是那这种的话就没有多少市场。你想特别特别贵的房子的话，能够承担得了的人，他这个是寥寥无几啊，是吧？他这个什么买家的那个 pool 这个人群是非常受限制的。那还有这个 crime rate 特别高的地方，它也会受到影响，也会受到回调的影响。你像呢，这犯罪率那么高，有谁愿意搬得去啊？那你房子也卖不出去，那你肯定没有这个 demand 的话，那你房价自然而然也下下来了，right？还有就是 second home market，也就是说啊。不是说二手房，说的是什么？你自己有自住的房，像比如说，我在新港有自己的 primary residence，然后在旧金山还有 second home，还有我自己经常去的第二个住所。那这个第二个住所的话，它对那个回调抗调能力也相对来说有些比较弱。那这里还提到一些就是 low priced home，就是我刚刚说到就是那种就是价位特别低的30啊、50万甚至是10万左右的房子，然后10万左右的房子我都不敢想象。那比一辆车还便宜，那你想想看，这些地方的房价的话，它是 support 不了的，因为你这些能够买一般买这种房子的人群的话，他的收入也相对来说比较低。那他们的话呢，就是他们对那个什么，他的经济，就是他自己的收入那个经济或他的负担能力 affordability，他的那个 sensitivity，因为他敏感度会更高。是吧？如果你的收入非常稳定或非常高的话，你对这个调价啊、高低啊，或者是说你的那个，比如说 mortgage 按揭它的涨幅，你的敏感度是不是就低很多呢？这肯定毫无疑问。来，那给大家看看另外的一部分，就是说这里提到还有其他的一些 asset，比如说刚才也提到这里说 super expensive，那这里 super expensive 提到哪几个市场？就是说 San Francisco Bay Area，也就是说旧金山的湾区，或者是像那个纽约市，像这些地区的话，它的那个房价，它对那个回调的反应还是非常大的。那这里还说到 price reduction are just beginning to creeping up，就是说它这个减价的，就降价出售的这个比例，他说慢慢的往上走。其实我觉得这里有很多，其实各种不同的原因哈。有些卖家的话想赶上这末班车，能够在这个高点把房子以最高的价钱卖出去，但是他自己的期望值
和那个什么房市给出它的那个什么那个 support data 那是不匹配的。也就是说，房子根据你最近成交的，就是 comps 来说，哎，你这房子大概只能 list 这个 price。但是很多卖家他是什么，不是那么 realistic。不是那么现实，他说："哎，但我觉得我就可以卖那么高的价钱，所以往往标的价钱比他的实际房子的实际价钱要或者市值要高很多。那这样的话，就反而导致了有一些什么，看卖不出去的卖家呢，就赶紧调价了。你想想看，如果现在这个贷款利率一直往上飙升的话，买家越来越少，他如果还持高的话，那他不就是帮着他邻居，帮着他对面的邻居，或者帮他旁边的邻居卖房吗？你标那么高，别人标的理性，你标价不理性。"那你不是帮你自己啊，你是帮你的邻居在卖房啊是的，，right？所以呢，关于这个房地产区域性还是蛮强的。同样跟大家说一下，关于现在目前 Cindy 团队也是在广纳接受这个招聘，大家有才华的人士，好吧？您要如果说对于房地产感兴趣的话，或者是您就是房地产从业者啊，您是一个资深人士的话，也可以考虑加入 Cindy 的团队，把自己的简历发送在右下角的邮箱里就可以了。包含现在 Cindy 有北加办事处、南加办事处，都是特别好的工作环境以及地点啊。这个到时候北加办事处现在目前还是在装修之中，会比这更漂亮，是吧？来，看吧，看看我的品味，我自己设计的。OK，Right。是的，这个 Cindy 不只是地产商，还是一个设计师。那同样问一下 Cindy，就是关于刚才您咱们一直在说呀，房市地域性比较强。那么我们继续跟进一个问题，就是不同地区对于房市市场的一个反应不同在哪？对，我现在刚才因为还没有说完哈，我想跟大家再做个总结性的那个归纳。刚才呢有提到，就是说，那这个房市的确是根据它的房产的类别，还有它的地，刚才说的是房产类别不同，对什么回调的那个反应有所高低不等。那下一个问题，经常有客户问我，就是说，那是不是这个会往下跌得很厉害啊？或者是会很在接下来3年5年都会是什么，就是走低状态啊？那我也不想去过多加入我自己的分析，因为怎么我也不是那个什么 Gypsy，right？我也没有那个水晶球可以告诉你，因为没人能够确定的告诉你这个房市走势怎么样，因为它受的影响的因素太多了，很多都不确定性，而且什么它的很多东西很多影响因素都是在不断的变化的，像比如说俄乌之战。谁也没有事先过看到这个，立马就会开始来。那很多因素，它是在你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加入进来的，所以你又在不断的调整调整你的预测。就像人偶的话，在不断的调整它的预测 prediction，right，一直在调整。那这里给大家看的就是那个什么，分享一下，就是 realtor.com，就是美国就是加州地产协会啊，应该是全美地产协会的那经济首席经济学家 Lawrence Wing，他说了一句话，他说 "If there is a correction"。It will be a brief duration。他说，We may see some price reductions for 1 year before popping up again。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你会看见房市在回调，你会房市会回调，但是呢，是个 brief duration，也就是它这个回调的这个什么时间是非常短。而且他会说，你看到这个房价往上走了，大概 for 1 year，他说大概1年左右，那这个价钱又会往上走了，又会什么回弹回来。那用这个图表跟大家表示一下，刚才那个 Lawrence Wing 他说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你看，到了这高点了，现在往下走了，回调降温换降温，到了这个某个点，它又会往上走了。不知道这个表有没有表达出来？是，有没有表达出来？明确，这个用的是择偶的那个一个这个图表啊，给大家 demo 一下，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首席经济学家，全美的地产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Lawrence Wing 说的那个点，就是说。回调会来，但是它的这个 duration 非常短暂的来，然后呢，调完了以后，它会向下走一段时间，然后呢又会往回弹，就这么一个意思。那我跟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刚才我说的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哪种资产类型，我说的是房产类型，它会受到就是这个回调的影响是相对来说更大的。我们提到的是什么 vacation area，就是度假房，然后 second home 或是第二住所。然后 Rust Belt 就是美国的东北部和中西部，然后 Areas with weaker economics，那就是说它地方经济不是很强劲的区域，它也会受到这个回调的影响非常大。还有呢，就是低价位房，还有就是特别是特别高价位的房，然后就还有一些什么 hottest city 或者是 areas。我记得好像在节目中我们其实提到一个叫 Boise，叫那个是 Boise 还是什么，我都忘了那个名字了，好像 Boise 那个 Idaho 在 Idaho 的一个城市。
当时去年好像我们在节目中提到，就是哇，就是 migration，就是大家都迁徙到那个城市去，让它的房价突然一下就涨了50%了。像这种城市的话，它什么就是这种泡沫式的增长，它这个是支撑不了的。那往往是这种泡沫式的增长的话，它反而会受到就是回调的影响是最大的。当然，这里还提到，就是说 high crime rate，也就是说它的犯罪率特别高的区域的话，当然也是经不住回调，它的率回调反应也会比较大的。那用地图来显示一下呢，怎么表达呢？就是说，那哪些州，或者是说你更加需要就是说那个就是对这种在这种地区买房的话，你可能要多考量一下，多做一些 homework，或者是多跟你的那个有经验的地产经纪多去沟通，多去咨询一下。就在这些城市，在这些区域啊，我说的是州，像比如说 Arizona 呀、Utah 呀、Idaho、Florida，还有 Virginia、田纳西，还有 Kansas、Texas，像这些的话，它都属于什么深蓝色的区域？深蓝色的区域就是说，它这些地区这些州。它的房价普遍是什么呀？属于高估了，也就是它的价钱是超过了房子本身的市值了。所以，那这种的话就有点像是说泡沫性的增长、增幅。那这种地区呢，往往是受到回调的影响是最大的。是的，好，感谢 Cindy 的分享啊，再次验证了关于房市地域性比较强。同样跟大家说一下，除了我们地产世界节目，Cindy 团队也是开通了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如果感兴趣的，可以扫一扫屏幕上面的二维码，包含微信、小红书、TikTok、抖音、知乎、哔哩哔哩。哎，这里有更多的地产干货和地产内容，还有地产新闻。包含我们这边也给了三个例子啊，是个美国买房避坑指南，美联储加息后遗症来了，以及移民如何这个处理国内资产，好吧？这个都是我们在地产世界您是看不到的，在社交媒体平台专属的一些节目内容。如果说你想获取更多的信息啊，记得扫一扫我们现在屏幕上面的二维码，好吧？来，我们下面一个问题问一下 Cindy，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卖家想赶上房市热点，毕竟卖个好价格。那这种情况发生之后，会不会有更多的房会上市？会不会缓解房市短缺的情况呢？这个的话，我觉得是杯水车薪，应该用这个词来解释。因为上市的话，即便是说很多卖家说，哎，蠢蠢欲动，说那这个什么，这个现在房市热点这么高，我赶紧趁着热点还没降下来之前的话，赶紧赶上这末班车，赶紧把它卖了。但是我觉得这个首先的话，上市房源会多，但是不会有那么多。你想想看，很多大概60%-70%的那个就是房者在那个低利息的时候都做了 refi，重新贷款。那你想想看，包括自己在内，我自己的自住房、投资房我都做了 refi，能做的我都做了。哎，那你想想看，我哪有动力去卖啊？卖了我还得去重新投资，103交换，我还得有更高的利息。那我2到3的利息的话，那我还不想就是直接就是享受这个 low interest rate。那所以说的话，很多卖家是没有太大的这个动力去卖。所以说的话，这个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它会有更多的房源上市，但不会那么多。OK，就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多。哎呀，那是大家就赶紧赶啊，赶紧上车去卖呀、啊！没有这种情况，我感觉这个情况要发生的可能性非常少，非常小。也就是说有更多的买家会上市去卖房。那大多数是要没有，要不呢就是没有做 refi，它利息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或者呢是它是本身自己的情况，比如说要 retire 啊，他要那什么退休了，要搬到另外一个州去，或者是各种家庭原因，还有要 relocating 啊，或者怎么样。这种原因的话，那当然何乐不为呢？干脆趁这个高点，赶紧把它出手卖了，right？所以说，我觉得它会有更多的房源上市，但不会是那么 substantial amount，不会那么多的。那所以说，那这个的话，你想想看，这 demand 特别是首购房者这个数量是特别大的，right？你想想看，这么多买房者等着再买，你这么一点点上市的话，即便多一些，多那么一点点，其实也真的是救不了，就是远水救不了近火，你这个根本也帮不了多少，真的是杯水车薪。你看这个他说的话，现在就是 housing market at turning point，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拐点了。他这里说，但是呢，the ball still in seller's court in most housing market。那这个关键点，我给大家就是说用红线标出来什么？现在大多数的房市还是卖方市场，也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说什么房源会来说会会来说虽然说会相对来说高一些，
但不会是说高了那么多，导致什么房市会那么下，那个就房价会下降，或者是说能够补上这个缺口。特别是我们之前也在节目中提到，它的 foreclosure short sale 的可能性也非常非常小。因为之前的话，我们在节目中，如果大家要是说不太了解这一部分，可以去看我们之前的节目。所以说，你没有这个 foreclosure short sale 的这种 phenomenon 这种现象发生的话，它也不会说给这个 housing price 这个是 downward pressure。也就不会给他什么房价往下走、下降、下行的这个压力就没有，所以说感觉至少在 near future 近期来说的话，仍然会是卖方市场，它的房价仍然会非常坚挺。当然，我不说所有的那个市场，not all markets，我说的是 certain markets，还是会非常坚挺。当然，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在哪一些房产或哪一些地区会更加的，就是有这种，就是房价跌得比较厉害。或对回调反应会更加强烈的这种地区和城市，嗯，是的，之后呢，Cindy 这边也是跟我们分享了关于一个数据啊，这个一个图表，请 Cindy 给我们介绍一下，嗯。这图表就刚才就进一步印证了，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点，就是说，你看他说从这个是应该是5月份的数据，现在6月份了，差不多啊，所以5月份的数据出来，就是说，你看，是2019年6月以来首次住房库存增长，这是哦。第一次出现了什么？出现了 inventory 正向增长，就是往上走。大部分时间，我们自从那个什么，从2019年6月以来的话，它的 inventory，它的上市房源，它的什么都是往下走的趋势，这是第一次。然后这里还提到，就是说它增长了多少呢？这个增幅多大呢？8%，8%怎么解释呢？就是说，就8%的话，就相当于什么？它多了38,000套。你想想看，有多少人要买房？这38,000套能够抵得上这个缺口吗？根本抵不上啊，是吧？我们这个网站建立的真的是花了很多心血，因为之前的话有很多客户跟我反馈信息，就说他去看了 Realtor 或 Zillow 的网站呢，经常会发现很多那个 listing，很多房产其实已经售出了或者已经进了 escrow，但是在那些网站上依然显示是 active，所以说他就觉得这些数据特别的不精准，所以呢，我就让那个我们团队的那个总监就把我们的网站加入这个什么实时搜索功能，也就是我们这个网站的实时搜索功能是跟 MLS 直接挂钩的，也就是说 MLS 它什么时候更新，我们这就跟着，所以说你找的房源，在我网站上找的房源都是实时更新的房源，都是。就是说非常精准的，你不会说发现一个房源他已经卖出去了，或者进 escrow 还在我们网站上挂成 active，那是不会发生的。那我们的网站上的话，功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除了你看到这里列出来6个，我们还有其他很多功能，因为什么实在是摆不下来了，所以这里我能最多能够摆这6条。所以有兴趣的观众呢，可以上我的网站去 explore 一下。嗯，是的。那最后呢，本周您与我们分享哪些优秀的地产项目呢？然后，首先的话，我想恭喜一下我的2个卖方客户。那不，所以应该说是一个买家客户，一个卖家客户。那首先讲的是右边这个卖家客户，他这个呢是我们是不到150万上市卖，然后我们将近180万给他售出，而且是在1个星期左右就把它卖出去了。这个是创了整个小区，包括那一带的它的什么单价最高，包括全价最高的那个记录了。那左边的这个是我们在北加的那个买家，帮我们北加的买家买的一个占地12英亩。你看这个地有多大，12英亩的地，哎呦，这还有后面房，全是，全是啊！你看这个是种植园。你看我们的话，你说现在房市这么火热，来，我们还竟然以什么低于它的要价不到12万低于要价把它给排下来了。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就是你的谈判能力啊，还有包括你团队的那个 aging 啊，还有团队的整体素质啊，怎么能够帮客户能够什么？你代表买家以最好的价钱、最低的价钱把它盘下来，代表卖家以最高的价钱卖出去。因为我们的工作职责就是什么？对我们的客户负责，不管你是买家、卖家，以你的最高利益为出发点。所以我就在这里的话呢，想稍微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下。哎，是的，来，我们看一下未上市房源。嗯，这个是在新港，是我一个朋友的一个没有上市的房源，它是5000平尺的居住面积。它这个社区呢是叫做应该是叫做 Pelican Heights，
Panic 有好几好，在 New York Coast 有好些那个 Panic 社区啊，这是其中一个叫 Panic Heights 啊，里面有好些是我的客户也有朋友住在里面。这个社区环境非常好，靠近五星级高尔夫球场和 resort，所以说你可以去那里有很多餐馆啊，还有游泳池啊，还有什么消遣娱乐的地方啊，所以这个位置是非常中心的。它不管是说你去 Urban 也好，还是说去海边也好，都非常非常方便。那这个要价呢是850万，它这是重新扒了，重新建的。也就是说，他原来的房子只剩下一个空壳了，那重新全部装修，全部都是按照现代风格来设计建造的，所以这个是物有所值。那它这个还有个好处呢，就是说，特别是家里像有些三代同堂或四世同堂的，那你有爷爷奶奶或者是你呢，年纪大的亲戚或朋友，他可以住在一楼，因为一楼有1到2间卧室，特别方便招待有客人啊，或者是家里有老人的话，特别适合居住。哎，是然的。后这个下面一个呢是没有上市一个商业地产投资房源，那这个商业地产投资机会呢是在 Pasadena，它这个是有47个单位的公寓大楼，还有5个临街的店铺，所以它这个什么又有就是住宅区域，又有什么商业区域，所以这两个合在一起，具体要价呢可以跟我联系啊，这个我就不在这个节目上跟大家分享了，好因为的，这个没有上市，所以说呢相对来说比较 confidential 一点。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那本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全部内容了，Cindy。对的，同时呢，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地产世界油管频道去订阅啊，那你的支持的话，也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是就加个的。小铃铛，这样的话，我们你要有什么任何的跟评的话，你就可以收到通知了。如果说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给我们点赞并分享。那知识就是力量，信息就是财富。点赞关注不迷路，地产世界来带路。我们下周再见，拜拜。下次再见。